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又到了运动的时间。那因为我这边呢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，我本来都会出去外面运动的，但是因为一直下雨的关系都没有出门，所以刚好有这个东西可以用，真的是很方便。那我今天想要看有没有胸跟背的组合。我们今天就来强化上半身，这边有强化背肌的，那有胸肌的，这里提胸组合，提胸，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没关系，应该是可以练得到胸吧，扎实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做胸跟背的训练，我们先从胸开始。只有五个动作，意外的少。向下推压，对，已经是老朋友了。我选扎实了，可是比我在那个冒险模式做的那个次数还要少。都一百分，高举双臂推肉。这也是老动作了。而且这个也是次数比较少，所以这些应该都不难。闪耀着，好，就是那样。而且我第一次。等那一个影片就是连续做这两个动作，最后一次完美。实况这个游戏真的超累的，因为你真的在动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很想讲话。右脚吗？向后方。好，这不是上次那个腰的也是做这个吗？慢慢扭向左边，慢慢回来，前面踩到什么小脚走。为什么这是提胸啊？慢慢扭向右边，慢慢回来。这是什么？英雄二的姿势。英雄二。左手吗？左膝弯曲，这样子。我这样镜头有拍到吗？我好像要过来一点。慢慢扭动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子啊。慢慢回来，避免让前方膝盖过度朝向内侧。好好的回复姿势。这跟提胸有什么关系？好好的扭转。好好的回复姿势。我是不是选错个？而且还要做好多次哦。好，左右换边，记得换脚哦。但我根本就在画面外啊。慢慢扭动，慢慢回来，肩膀不用力，从放松边进行，好好的回复姿势。好好的扭转，没关系，你们就可以看我的环怎么转。好好的姿
这个姿势好像以我房间的空间很难拍全身。好好的回复姿势，做得太好了。然后我不懂，这个也算。我觉得有蚊子好像在偷叮我，趁我在做这个的时候。别松懈了，可恶！好像只有最后有失误吧，99分，对啊，被蚊子害的。我是不是选错啦？这有点太简单了，没有凶的吗？真的没有哎，所以这个 ring cone 就是针对胸肌的训练比较少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做这个强化背肌的部分。是什么？没看过的，高举双臂扭动，这样子吗？扭动，好，动吧。哦，是这个，这上次也有做啊。朝向正前方，很好，好哎。OK， 超棒的。哎呦，他是嫌弃我做太慢吗？其实，你选择练背肌的话，不是练上次我玩的那个腹肌的话，就可以练到其他不一样的地方。现在胸跟背都有这个动作。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累哦。高举双臂沉式，这是怎样？那看起来好像要弯腰哎！天哪，我这人腰弯不下去的。OK， 就这样子。完美。哇，90度敬礼。这跟背有关系吗？这个对腰不好的人来讲好吃力，很棒，就是那样啊！为什么只剩89分？弯不太下去的关系吗？哈，可恶！哇，好累啊！圆环剑，圆环剑是怎样？好，动吧！啊！哦，很好，做得好！哦，有这个有累，拉弓，很棒的，还有5次。OK， 很厉害，好，还有3次。哇 ！OK， 我觉得肩膀很酸呢，应该会换手吧。最后一次，好，左右换边。
以拉开弓的样子。哦，我的左手先没力了。还有五次。那不管换哪一边，我都是左手好酸哦。哦，哎，哎，哦，因为我拉错边了，好，我用错手了。我想说，为什么都是左手在出力 ？OK， 就是那样。好，是我的问题，我没有仔细看咪普利老师的示范。啊，是这个，该不会要我连续按好几次吧？好，动吧！哦，不是，你要维持。很棒啊！做了这个动作，我感觉到背在酸。对啊，那又是什么英雄三？刚有做过二，然后现在要做三。用右脚站起来，抬起左膝，慢慢倾倒。对啊，这个瑜伽姿势也。慢慢回来，尽量保持平衡。哦，我一定会跌倒。哇，天哪！我这要保持平衡有点难呢，特别是我这种筋骨很硬的人。好，好累啊！也要记得换脚哦。虽然瑜伽姿势的那个动作次数有点少，可是要慢慢做，很吃力，意外的吃力。会不会实况到一半，然后脚抽筋？真是完美！啊，不要吧，这是什么？可以不要做这种这么累的动作吗？可以按 skip 吗？我拿个瑜伽垫，我觉得不行啊！我觉得不行的点是因为我的房间。现在这个位置太小了，他要把手整个往后伸，然后脚还整个往前，我的空间不够让我做这个动作。结果根本没有办法好好把那个动作做完，然后又是椅子姿势，到底是多爱这个动作？结束。97分，还是来看一下有什么小游戏是可以练到胸之类的。哦，这里有一个提胸，连续发射空气炮。好。直接从上集开始。这样子吧。好。所以打那个有球的。Ready.哦，很好，好好的先躺地上。哎，黄金球，黄金球，哎。
觉很棒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很好。直接瞄球的话，他会爆比较多箱的。很棒。就是那样。哦，很好。有累有累有累，我已经累了。很棒。进球。也很棒。很好。哦，这是啊，糟糕，做一个。感觉是加分题的，没拿到。哇，只有 B 而已，这好难哦。这跟冒险模式那个风车门一样，就是很整人啊。手拉胚，这是练腿的，这也是腿的。哎呦，没有胸呢。哦，强化背肌这个好。攀爬，嗯，我觉得还是从初级开始吧。像刚才那个小游戏就玩得不好。哇，看起来好累哦。与肩同高。哇。哇。这个操纵有点难耶。我怎么举那么高？哎，哦，哎，这操作有点难。我觉得这个不是累，是很难，反应不够好。天啊，时间要到了，我只爬到这里来而已。上面还有一堆金币，根本就没吃到啊，才吸而已。再挑战一次，这个要需要练习一下。很好。哎，太早。应该又比刚才好很多吧。感觉好像可以再往上面再走，但我还是太慢了，所以是前面的金币不要吃会比较好。再玩一次看看，这玩完跟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来挑战拿高分。就不要理他。
就是吃上面比较多钱的地方。我看撑好久。OK。有点像火焰挑战者。哦，到了终点了。但吃的分数好像跟刚才差不多啊，只是我有到终点的时候可能有加一些分吧。没有哎，比刚才还要少。哇，少了700分。胸大肌挑战，最后我们来做这个吧。它有一个胸大肌极限挑战，没关系，我们先从这个胸大肌挑战这边开始。推压多少次啊？算次数的，反复推压就好。好啊。Ready？ 还没开始。走走走走，歪掉。感觉很棒。这个有点难。很好。而且我的左手刚才玩的射弓箭已经没什么力了。还早。还有五秒。自暴自弃了。厉害。哇，左手已经没力了。这有点难的，因为我压这个真的是它会左右乱晃，你要维持住那个平衡，然后又一直压。还早，厉害。就是你可能一边施力不平均，它就会这样子。这已经那么累了，我来看看这个胸大肌极限挑战到底是多极限。它有每周世界排名这种东西哦，体力用尽前，我觉得我体力值已经是红血的状态了。Ready, go, 维持。我的天，时间太长了吧？维持。为什么一次也没有？原来是。维持。好，我会错一点。很好。那我刚才到底在干嘛？